都系潘仲雄啊！而家正紧 fit 嘅全新嘅7710，叮！啱啱飞咗一日半日之后，发生个枫叶片嘅引擎嘅枫叶片有事唔飞得，新速飞咗两架之后就出咗问题啦。唉，不过嗰日飞咗落嚟香港，不过有问题，翻去平机平住咗4个钟头。嗰日喺新加坡飞咗落嚟，好似傍未到傍晚嘅，好似5点几落咗嚟香港。不过7点几飞下又有问题啦，好似枫叶片个涡轮有问题啦吓，呢个位啊，又无啦，飞下就兜翻转头，又系咁啦。只有10点几又10点零钟又飞翻去，架机已经冇飞啦。噔，我冇影片嘅话，呢个系全新7710啊，系啦，全新。飞咗两日，香港终于飞人啦。不过飞咗一日半日就唔得啦。啊，噔，有机会 Facebook、YouTube 再见啦，拜拜。